瑞娟，来，再陪我睡一会儿。哎，别闹了，8点多了，上班了啊。啊？上班了？嗯，洗脸水都预备好了。哦，快。哎，那么快就洗完脸刷完牙了？洗脸刷牙嘛，左右一抹，上下一拖，不就行了？老规矩2块，再加1块呀、啊。怎么今天出了新规矩了？你懂什么？人类是要进步的。马先生早。早，张太太。张主任早。马副主任早。马先生请坐啊。不坐了，快上班了。哎，小马，你来正巧，我刚要出门。不小心嘛，搭不到你车子，坐的士又要花3块钱呢。别这样。为什么？我替左太太正大光明，名正言顺的，谁敢干涉？对，谁也不敢干涉。啊，再见啊。张主任，嗯，我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位好太太。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老实说，我见过了这么一位好太太，哼，一般的女人呢、啊、都不在我眼里。马先生真会说笑话。真的，我马不提，除非遇见第二个像张太太这样漂亮温柔的女人，否则我这个王老五啊是一辈子做下去的。小马，谢谢你捧场，希望你不要言过其实把他捧坏了啊。有这样太太还嫌不好？哎，张主任，你对付太太一定有一套。什么意思？这么能干的太太居然肯待在家里伺候丈夫，不出去交际应酬，也不出去找工作做。嘿嘿，才怪呢，他一天到晚跟我吵着要出去做事，幸亏我有大丈夫气概压着他，就是不许他出去交际应酬，他不能接触到任何人，就永远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张主任，你倒是真有办法。我的太太没有得到我的许可，永远不会离开家门。哦，哎，这就是大丈夫主义的成功。哎，喂，我是啊。哦，莉莉。什么？一封信啊。好，我从阳台上马上过来。张太太快点啊，奶奶在等你，快来吧。啊，来。哎，嗯，你的房间怎么这么乱呢？学校里要演话剧，我管化妆、服装、道具什么的，所以弄得乱七八糟。来。是老太太。嘿，你从哪儿进来的？从后面阳台上过来的。哦，你帮我看看这封信是什么文字啊？哦，是印度文。印度文？嗯。说些什么呀？你坐。我的印度文不大好。这是一家机油社寄来的。啊，对了，我在报上看到广告，写了封英文信给他们，要交换邮票。哎，对了，信上说他们答应了。啊，真的啊。张太太，你连印度文都懂啊，这可不简单呐。奶奶，
张太太还会好几国的话呢。啊，真的？是老太太，您不知道，我整天在家没事，而且我又喜欢学外国话，所以学来解解闷的。自修的？那可就更不容易了。日本话、泰国话，张太太都会的。啊，那为什么不出去做事呢？成天待在家里头干什么？哎，我倒是想出去做事，可是我先生他不许，他反对女人出去做事，他要我在家里伺候他做家务。他这个人太自私了，这种想法我就反对。小孩子别吵。张太太，你能说几国话，要想找一份工作那太容易了。你有意思的话我可以马上给你介绍，不过你要先跟张先生说好了才行。哎，我跟他说过好几次了，他总是不同意。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出去做好了。你懂什么？夫妻要互相尊敬的。那么你回去跟张先生商量商量吧。哎，魏明，我有件事跟你商量。是不是又是老问题？你就答应让我出去工作行不行？老问题，老答案，不行。魏明，我出去做事有什么不好呢？堂堂主任太太出去做事，那像话？你以为我出去做事会失掉你面子啊？魏明，魏明，哎，魏明，你答应我好不好？你老嚷着要出去做事，你能做点什么呢？普通一般工作我都行。好了，别谈了，我绝对不答应。以后请你也别再提这个了。张太太，你来，过来坐坐。哎，张先生他的话我都听见了。你来，我们来谈谈。来，张太太，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消息？你们张先生是不是在皇后酒店做事？是啊。来来来，坐下坐下。那儿的总经理汪南城呢，是丽丽父亲的好朋友，昨天我打了个电话给他，问他们要不要添人，没想到不但要添人呢，还要你今天就去见他。啊，这怎么成呢？我先生不是在那儿做事吗？就是因为这样，奶奶要你们在一块工作，他还能再反对吗？你不知道，这样就更不行了。别着急啊，我跟奶奶早就想好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你等一等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主意呢，是丽丽想出来的，我也觉得很不错。只要你沉得住气，家里的事儿我跟丽丽两个帮你的忙。这就是我们这个办法的道具，只要你按着我说的去做，包你成功。哦，下午我开车送你到酒店去，走马上任。问经理室在哪儿？在那边呢。谢谢。张太太，您来了。张主任在这边啊。哎，你干什么？我是马无题呀，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本来就不认识你嘛。啊？张太太。什么张太太、王太太？你这人真莫名其妙。哎，张太太。我警告你啊，你再跟着我，我就告你非礼。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请问汪经理在吗？他约我来的。哦，等等。你自己进去吧。谢谢。
我发现了奇奇了。哎，小马，你发什么神经呢？哎，我见到你太太了。什么？你见着我太太啊？在哪儿？就在这儿，外面走廊上。你是说，我太太瑞娟？是啊。我太太没有得到我的许可，绝不会到这儿来的。你一定是认错了人。我也觉得奇怪，我叫她，她不理我；我追上去，她还骂我。是吧？我是说你认错了人。瑞娟最服从我，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她怎么敢来？哎，可是她的模样啊，长得跟你太太完全一样。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家？马上可以证明。好啊。喂。喂，瑞娟吗？是瑞娟吗？我是瑞娟啊，魏明吗？什么事啊？你在家干嘛？我一面在打毛衣，一面在想你呀。你没出去过吧？我一直在家，大门也没出去过。现在你该相信了吧？没事，不要随便出去啊，知道吗？嗯，知道了。好了，没事了。魏明啊，你早点回来，我预备了你喜欢吃的咖喱牛肉。啊，知道了，拜拜。拜拜。他在家里给我烧咖喱牛肉呢。怎么可能出来？Hello， 啊，是，好，我马上过来。哎，汪经理叫我们马上过去。啊。经理，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吴玲达小姐。啊，这位是我们公共关系部的张主任，这位是马副主任。张主任，经理，你没什么不舒服吧？啊，没什么，一点都没什么。哦。马先生，啊，刚才我失礼了，请你原谅。哎，不，刚才是我失礼，应该请你原谅。哎，你们认识的？哎，不，刚才有点小误会。这个吴玲达小姐是我一个好朋友介绍来的，吴小姐很有才学，我想就派到你们公共关系部里工作。啊，非常欢迎，欢迎非常。就这么说定了，吴小姐明天就开始上班。张主任，我没有什么经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呢。哪里？哎，哪里？好了，没事了，你们去吧。啊，是。那么，经理，我明天就来上班了。哎，好。怎么样？是不是像你太太？我仔细看过，是很像。不过有分别啊，他的头发就比瑞娟多，脸上又多了颗痣，而且风度跟身材好像也有些不同。哎，一个是职业妇女，一个是家庭主妇，当然是不同啊。老实说，我真不大喜欢他跟我们一起工作。啊，为什么？我一向使唤我太太使唤惯了，他这么像我太太，你说我你说我多尴尬啊！你尴尬，我可机会来了。你的机会来了啊？什么意思？我老实告诉你，我对那位吴玲达小姐颇有好感呢。你想追求她啊？对呀。哎，还行。啊，你的舌头真厉害，大概是我盐加多了吧。今天怎么了？老看着我干什么？真是奇怪。什么是奇怪？我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
今天总经理派了一个女职员，像你啊，像得不得了。哦，真有这种事？真的，小马刚看见他的时候，他以为是你呢。哦。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姓吴，叫吴琳达。总经理好像很看得起他。老实说，我就看不起这种女人。我的办公室里是不需要摆那么个花瓶。不过，反正他也做不长。为什么？因为我不会让他做得长，他呀，会自动辞职的。哦。你有什么办法叫他自动辞职呢？很简单嘛，明天我们要举办一个四国明星时装表演会，嗯，所有的有关资料，都在我的公事包里，不给他看。到时候我给他来个冷不防，派他担任司仪，那时候他一定大出洋相，看他还有没有脸坐下去。别愣在那儿，这个计策，你认为妙不妙？妙，很妙。玉娟，玉娟，玉娟，玉娟。在梦游啊？梦游？不，我做了个噩梦，真可怕。你别走开，陪我。谁走开了？好好睡觉。我上班去了。嗯，公事包锁好了。锁不锁没关系，吴琳达没有机会看见了。化妆品都在车里，快点吧。
你很准时啊！我不愿意第一天上班就迟到，给你张主任一个不好的印象。啊、早，早，吴小姐，早，马副主任，早。这花是我送给你的，啊、祝你工作愉快、啊。那真不好意思。一点小意思嘛，以后大家还要多接近接近啊。嗯，以后还要请你多指教呢。哎，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毛主任，你话说完没有？啊，我要分配工作。说完了，说完了。吴小姐，你的写字台就在这儿。吴小姐，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我想派你一件轻松的工作。啊，谢谢主任，不知道是什么工作呢？这个。啊，到下午时装表演会开始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啊。Ladies and gentlemen，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本酒店主办的四国明星时装表演现在开始。本酒店的作风一向是以服务社会为主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时装表演当然也不例外，还请各位多多指教，甚至于在表演的时候各位可以随时提出意见跟问题啊，特别是新闻界的朋友们更请尽量发问。关于今天所要介绍的四国明星，他们可以说的是美女中的美女，他们各有不同的美艳，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风度，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三围。对，不同的三围。一切女人的美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男人们欣赏，没有了男人，女人的美就毫无价值，毫无生命，毫无光彩，毫无。你的话毫无道理。哎，下去下去下去，哎，真是，算了算了算了。有人还不同意我的意见，不过我始终认为男人是事业的创造者，女人是厨房的创造者。哎，老兄，够了够了，下去吧下去吧。那我的致辞就到此为止了。现在我们请司仪吴琳达小姐上来主持这个时装表演会。各位嘉宾，不错，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在美丽上获得成功的女人在事业上一样也可以获得成功，跟男人们一样的成功。
历史上有女人趴在男人头上的时代，也有男人趴在女人头上的时候，可是在今天，我看男人和女人谁也不应该趴在谁的头上，为社会服务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张主任，吴小姐的话的确是有道理，毫无道理。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老婆，我不好好骂她一顿才怪。服装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在这一方面，我们女人实在是远远地走在男人的前头的。现在我们要请第一位明星出场表演了。为什么？所有的资料我一点都没给他看啊！这四国明星的履历他根本就不清楚。再说，四国语言他能懂吗？啊，是。Mademoiselle Françoise。所穿的服装是康城最著名的服装专家所设计的，也是今年最流行最时髦的服装。哎，请吴琳达小姐替我问一问，那位法国小姐的三围是多少啊？多少？Mademoiselle, voulez-vous me donner votre statistique, s'il vous plaît? Certainement, 36, 23, 36.Merci bien. 36, 23, 36. 吴小姐，你的三围是多少？可以告诉我吗？你如果是裁缝，我就告诉你，你是不是啊？我裁缝？我不是。坐下，坐下。接下来我们请英国明星露露小姐出场 ，Miss 露露。小姐今年18岁，因为拍了《无情的女人》，正式红黄了整个的英国。3年来已拍过10几部影片。现在她穿的羽毛裙也是英国目前最流行、最高贵的服装。接下来我们要请日本明星乌梅国三豆豆。这位日本小姐今年21岁，在日本以演少女的日记而成名，现在在日本已经成了日本少女的偶像了。今天她穿的是一套最鲜艳最动人的服，这套衣服是用日本最名贵的丝绸做成的，穿在她的身上真是人见人爱。听说日本小姐很服从丈夫的，如果她能嫁给我也能服从吗？日本の夫人たちはね、旦那様にそうですか、とってもよくしますでしょ。まあそ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わ。啊，そうですか。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先生，这位日本小姐表示，他们对丈夫是绝对服从的。不过那是30年前的事了，同时她也没有考虑到嫁给你。啊？现在我们请泰国明星米达小姐出场，库米达。小姐今年21岁，是泰国的首席明星，曾经到过美国，跟美国的电影皇帝马路布兰多合作过。今天她穿的是泰国最新的服装。各位嘉宾，我们今天的时装表演会到此为止了。
现在我请他们四位同时出场，向各位嘉宾致谢。今天举办的时装表演非常成功。不过这个成功是属于担任司仪的吴小姐的。相反的，我们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张文明。是。刚才有人告诉我，那些时装表演的资料，你怎么事先不给吴小姐看一看？因为我时间匆促，就粗鲁大意。要不是吴小姐多才多艺，临时跟明星们做了接触，那你们要负起一切失败的责任。是经理，是经理。我认为吴小姐谈吐不凡，有拙见，有魄力，是第一流的交际人才。因此，我经过考虑，决定立刻提升吴小姐为本酒店的公共关系部主任。经理，你说什么？我说提升吴小姐为主任。听清楚了吗，张副主任？张副主任，我变了副主任了。那我变什么啊，经理？张卫明是第一副主任，你是第二副主任。以后你们两位和这一部分支援要受吴小姐的指挥。是吴小姐。经理，以后在公事上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啊。是。好了，没事了。是。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提前下班，早点休息。不过张副主任。是。是什么？是主任。哎，这样回答才对。张副主任，你还不能走啊，要把今天开会的经过简单的做一个记录，明天是假期，后天早上交给我。是。啊，是主任。吴主任，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如果吴主任有空，我想请吴主任赏脸，去喝杯咖啡。真对不起，今天刚好没空，改天我请你吧。啊，你不会骗我？别那么说，其实我对你的印象是很好的。啊，真的？你很老实。
再见。啊。就是前面那个车。就住在张卫民家的隔壁啊，真妙真妙。哎，马先生早。早。早，张副主任。哎，这你不要叫我张副主任好不好？那我叫你什么呢？叫我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叫我张副主任。哎，好吧，那我叫你张伟明怎么样？啊，随便随便随便。哎，带花来干什么？向吴玲达小姐献花。吴玲达？哎，她又不住在我这儿。哎，就住在你家啊。瑞娟，你怎么了？没什么。马先生，请喝茶。谢谢。哎，那吴玲达小姐就住在你家隔壁。你怎么知道？在她下班回家时候，我叫迪斯丁说，那不全都知道了吗？马先生对那位吴小姐很有兴趣吗？我差一点就要发疯了。哦，奇怪，我住在这日子不算短了，怎么从来不知道隔壁有这么个女人？哎，小马啊，你会不会认错人呢？哎，哦，我记起来了。怎么？那天我上街买东西，在电梯里碰到隔壁的施老太太，她说她的孙女莉莉有一个表姐刚从外国回来，就住在他们家。没错，一定是他，他一定是吴玲达。小马，嗯，你既然知道吴玲达住在隔壁，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临阵胆怯，特地向老前辈讨教一些经验来的。什么经验？追求女人的经验。啊，比方说，你能够追到像张太太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好太太，一定有套本事。啊，关于追求女人嘛，这个啊，嗯啊，怎么样啊？首先你要表示出你的大丈夫气概。哎，怎么表示啊？你心里喜欢她，表面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抬高自己，压倒对方。嗯，领教领教，我现在就去试验一下啊。哎，小马啊，哎，还有什么金玉良言吗？如果不太顺利啊，请他过来坐，我给你拉拢来拢啊。哦，恩同再造，恩同再造。哎，这边。魏明啊，你要请吴小姐过来坐啊？不坐，让你们俩认识一下，让你看看人家是多能干。
什么事啊，张太太？我们公司有一个姓马的到你这儿来找我，你让他在客厅坐一会儿，我化了妆就出来啊。好的。哎，来了来了啊。我们这儿没这么一个人。我亲眼看见他进来的。可是奶奶，奶奶，人家是来找吴小姐的嘛？吴小姐。嗯。哦，吴小姐，你来招呼招呼她啊。请里边坐吧。好。请你坐一会儿，吴小姐就要出来的。谢谢你啊。马先生，这么早啊？没瞧见您吧？啊，没有。马先生啊，今天是礼拜天，你来有什么要紧的公事吗？没有公事。哦，那么说是私事啦。我是送花来的，一点心意。哎呀，平白无故的，我怎么能送你的花呢？不，吴主任，这花你一定要收下。为什么？你要是不收下，我马上把这花怎么样啊？送的花进去。收回半价，我都是情愿的。我马无蹄就是这个脾气，说得到就办得到。吴主任，这么说，马副主任倒是很有大丈夫气概啊。啊？你喜欢大丈夫气概的？嗯，也许吧。吴小姐，嗯，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非办公时间当然可以了。吴小姐。我马无蹄一向是不在乎女人的。是吗？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充满大丈夫气概的男人，吃得下，睡得着。可是突然的，昨天晚上我失眠了。哦，今天早上我又少吃两块面包。出了什么事啊？哎，因为在我心里头已经有了一个人了。是谁呀？是啊，一个可爱的天使，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哦，她是完美的化身，她是男人的偶像，她是职业妇女的模范，她也是我的上司，她就是你呀。啊，是我。啊，马先生真会开玩笑。真的。吴小姐，我一向是一个王老五，从来没有想到做王老六，更没想到做王老七。可是自从我的生命史上出现了你，我一向是个大丈夫气概十足的男人，不惯向女人哀求的。现在我求求你，我求你帮帮我脱离王老五的集团吧。马先生，我们之间谈这个问题似乎太早了吧？不早。早。我求求你说不早嘛。早。吴小姐，难道你真的要我下跪吗？不不。不，吴小姐，你看，一个素来有大丈夫英雄气概的我，现在给你跪下了。马先生，快起来呀！我的两条腿都给你跪下了。不行啊，你就是有四条腿一起跪下，我也不能答应你啊。快起来，叫人看见了多不好意思。好吧，大丈夫说跪就跪，说起就起。这就对了，让我们先从普通的朋友做起好吗？你是我上司，你怎么说而且怎么办吧。那个张副主任啊，就住在你隔壁啊。是吗？他太太长得很像你啊。哦，他说请你过去坐一坐。这个他说要请你一定要赏光啊。嗯，好吧，你先过去，我换件衣服就过来。那我先去了啊。嗯。
你一定要来啊！一百件。张太太，你要是一过去，事情不就弄穿了？我有办法，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试试为民的心。对呀，这一次又让你们跟你的录音机帮我的忙了。好啊，哎，帮我换衣服。OK。以前把经过秦说给我听，我一见了他，马上就现话，并且到处肺腑之言。哎呀，啊，你当时怎么说的？哎，我完全照你理论呢，尽量慷慨激昂，挺起胸膛。我的胸围由36扩张到40啊。好，还有呢？当我向他倾吐爱情的时候，我紧握着双拳。后来怎么样？说一句。后来后来嘛，后来怎么样？我就跪下来了啊！真没出息。马先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出师不利。哦，岂止出师不利呀，我差点全军都覆没了。我告诉你，我们男人谈事情，女人回到房间里去啊。小马啊，你真的跪下了？当然真的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嘛。我做给你看。腰直挺胸，大小腿做90度跪下。头往上仰，两眼平视，眉毛上挑，两手做8字开。怎么样？跪得像个英雄啊，完全像个狗熊。你怎么取笑我呢？你把我们男人脸都丢尽了。你既然法子没使上，有没有请他过来坐呢？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啊。马先生，张先生，让你们久等了。哪里话，等吴小姐，我们是甘心情愿的。吴主任。张先生，公余时间称呼可以随便一点。那吴小姐，请里边坐。坐。好。张先生，我不知道你和张太太就住在我们隔壁，否则咋来拜访了？我也不知道方林就是吴小姐。恕罪，恕罪。我听马先生说张太太长得很像我，是吗？还不错，可是那人的风度学识跟吴小姐比那差得太远了。真的，我一向认为张太太是天下第一美人，可是自从吴小姐出现，张太太只好排名第二了。马先生真会说笑话。张太太呢？她不在家。她在房里。可以请她出来见见吗？当然可以。瑞娟，瑞娟。什么事啊，桂明？吴小姐来了，你出来一下。就来了，我换件衣服梳梳头。女人真是的，一蹦就换衣服，一蹦就要打扮。女人嘛，是应该打扮漂亮点的。对，应该，应该啊。可是她一天到晚都打扮，那未免太多余了。那么，如果张太太不打扮呢？女人不打扮，那怎么见人呢？打扮也不好，不打扮也不好。你们男人呢，真是太自私了。吴小姐，为了男人尊严，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不对，不对，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男人呢，都是自私的动物。你这种人呢，我看用 X 光都照不出一根骨头来。那你那家 X 光啊，一定是坏了。张先生，你太太有没有出来做事啊？没有，她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派女人，那怎么能出来做事？那你应该帮帮她。对呀，对呀，她，我太太怎么还没出来？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感到自卑，不敢出来见你。为什么？因为我告诉过他，你是一个很有才学、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吴小姐，你等一等，我去拉她出来啊。张先生。怎么？既然你太太不好意思出来，那我进去见她不是一样吗？你去见她。我们两个女人谈女人的事，可以吗？可以，可以，请。我跟张太太谈话。你们男人可不准随便进来的啊！你放心，我张万民对女人的事啊最不感兴趣。您请进去吧。张太太，进来。
哎，你说跟我拉拢拉拢的，你怎么竟跟那儿讽刺我呢？我看不惯你对吴玲达那种低三下四的样子。哎，我爱她呀，爱她也不能这么下流。哎，瑞娟。啊。你们怎么了？没什么，我给吴小姐倒杯茶。啊，你们还谈得来吧？谈得很投机的，她还答应帮我忙呢。帮你忙？哎。喂，啊，是的，啊，啊，请你等一等啊，隔壁施老太太打的电话呢。什么事啊？请吴玲达小姐听电话。吴小姐电话来了。喂，嗯，啊，哦，好的。我就回来，对不起，我有点事情要回去了。不再坐会儿了？不坐了。张太太那儿请替我打个招呼。好好，啊，再见。再见。啊，再见啊。再见。张副主任，你看他对我印象怎么样？他对你的印象，我看蛮好啊。啊，但我还有希望嘛？有希望，有希望。好自为之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有希望？哎呦，有。卫明，吴小姐走了。她有事先走了。哎，马先生呢？他呀，大概是赶着去写情书去了。小姐真是人见人爱，请你不要被我包括在内啊！啊，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吴小姐在我面前倒是一直称赞你的。真的？她说什么？她称赞你英俊有为，有大丈夫气概。看不出她倒有点眼力啊。刚才我都叫你，你怎么老是不出来？啊，我怕跟吴小姐一比，差得太远了。啊，哎，今天晚上9点我有点公事要去办，恐怕回来晚一点。你先睡好了啊。哎，好。我来晚了。打领，男士等女士是天公地道的，请坐，请坐。汽水。是啊。张先生真有绅士风度。我一向是尊重女性的，尤其是吴小姐。张太太能嫁给张先生，真是福气啊。是我没福气哦，他怎么能比得上吴小姐？哦，张先生认为张太太……我太太怎么能跟你比？你高贵大方，他平庸乏味；你才华横溢，他孤陋寡闻。你……总而言之，你们两个人虽然长得很像，可是
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哪里，你太夸奖我了。不，吴小姐，还有你温柔似羊，她倔强如牛，所以你知道我约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吗？我正想知道。因为我觉得很寂寞。寂寞？是的，尤其是在晚上。是吗？嗯。我们换个清静的地方谈谈好吗？清静地方？嗯，好极了。吴小姐，你要上天我陪你上天，你要下海我陪你下海。上天不容易，下海倒是可能的。啊，我已经租了一条电船，还预备了吃的东西和酒。哎，我们把船开到海中心慢慢谈好不好？好，太好了，太 romantic。 不过怎么，你回去晚了，在太太面前怎么交代呢？你放心，我老早就告诉她，说有公事，她不会知道的。哦，你真聪明。不是我聪明，是她太笨了。好，我们走吧。好。我先下去扶你。嗯。来。等一等。啊？你先把马达开动了，我去解绳子。好。究竟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我办完了公事，几个朋友约我去游船，谁知道？哎呀，一言难尽，别提了，别提了。你不会开，以后就别去了啊！以后杀了我头，我也不去了。去！卫民，起来了，上班了。上班？哎呦，哎呀，怎么了？我头疼，
鼻子塞，喉咙干，舌头麻，我四肢无力，我就上班。哎，那怎么办呢？除非你抬我去了。其实伤风感冒，出去跑跑，出身汗，好得更快。胡说呢！哎，你快给我打个电话给吴主任，替我告假一天。魏明，哎，去吧你。皇后酒店吗？请接公共关系部。喂，我找吴主任填电话。什么？他还没上班呢？哦，我是张副主任的太太，他病了，要请一天假。哎，对了，请你转告吴主任一声吧。魏明，你想吃点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吃。那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出去一会儿啊。嗯，你出去干什么？我去买点东西。哎，不行，哪儿不许去，坐着陪我。魏明，我有事啊。有事也不行，平常我上班你整天在家里，今天我生病你偏要出去，在家里陪我。Thank you.
吴主任咋？我后面有个戴黑眼镜的，是个流氓，老盯着我。哦，你去把他赶走。是，主任。嗯。喂，你是干什么的？吴小姐，有件事情跟你谈谈。混蛋，我非揍你不可！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哪里跑？哎，是这哎。吴主任，嗯，那个流氓啊，给我打走了。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啊，既然张副主任有病请假，我看这件事情就让马无提去吧。好啊。你立刻到澳门去一下，调查一下那边的情形。后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报告我。是，经理，我现在就去啊。好。哎，请。瑞珍，你啊，原来是你呀、啊！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你怨我吗？还有什么好怨的？谁让我上了船不会开呢？那种惊险的情形，大风大雨的，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来是有一件公事，总经理说明天有个印度王子要到香港来，叫我们两个负责招待。你明天能上班吗？有公事当然要上班了。嗯，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好好的谈谈。什么事？刚才你太太来找过我了。哦，原来我太太是去找你的。哎，她去找你干什么？是我们那天约好的。她告诉我他在受人欺负呢。受人欺负？嗯。谁呀、啊？我去找他算账。那个人呐，就是你。胡说！我几时欺负过他？你把他整天关在家里，不让他出去工作，这不是等于欺负他吗？他这叫有福，哼，不会想。他每天给你穿衣服倒茶，手一伸，香烟报纸递过来。嘴一张，宵夜点心端过来，床上一躺，还要他给你脱鞋，难道这也叫做有福不会享吗？他跟你什么都说了。嗯，我们都是女人，可以无话不谈。张副主任，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太太，是个奴隶。这不关你的事。他跟你说不通，所以找我来跟你谈谈的。你来谈啊？也没有用，我就是不许他出去工作。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他是我太太，我养活他，他是听我的呢，还是听你的？你这话真不讲道理。这本来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除非……除非怎么样？除非我太太像你这么能干，那用不着你来说，我会自动的让她去工作的。真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我来帮他，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你尽管去试试看好了。嗯，好，再见。再见。欢迎王子光临。吴主任，请你向夫人王子转达一下，贵宾降临，我们无限欢迎。啊。哎哎。We are honored by the visit of your royal highness. 嗯。Juna Bali, O Begin Sahaba, May Apply Amabe Amay Exer Spectre.मुझे आपसे मिलकर बड़ी खुशी हुई।
吴主任，王子说什么？他说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啊。बंक इस दे हॉप बॉन शुद्धे हैं मैं मेकूट दीदी है और मैं कमान किया है शुक्रिया张副主任啊今天要不是吴主任会说印度话岂不是得罪贵宾了吗是同时这件事情要传出去对我们酒店的名誉也不大好啊啊是是吴主任啊请你告诉王子跟夫人嗯我们预备好最好的房间啊同时你告诉他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个酒会欢迎他们आ बेगम साहेब हमारे मैनेजर साहब ने वटकान बेहतरी कुमला अपलिए मसू का बिया है बहुत बहुत शुक्रिया魏明，今天晚上不是总经理请吃饭吗？是啊。那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就要换了，你忙你的。嗯。喂，是施家吗？我找吴琳达小姐听电话。哎，是吴主任。哎，我是张卫明啊。没什么，总经理今天晚上请客，你负责招待，你都准备好了吗？你也快点换衣服，时候不早了。啊，我换衣服？嗯。你要带我一块儿上总经理那儿吃饭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魏明，我又不大喜欢出去应酬的。你老嚷着要出去做事，你不先去应酬怎么行啊？可是我……哎，别可是可是的，我叫你去你就去，快换衣服。उन्होंने कहा है किसको हमने शुद्ध दिखा था ओ, 就来就来你为什么不陪王子谈谈呢经理
我不会说印度话，讲英文吧。说了，王子也不懂啊。哦，吴主任、张副主任，你们两位刚来。主任，经理问了你好几回了。吴主任，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啊？快点过去陪陪王子跟夫人。经理，哎，张副主任，有话回头再说。现在没人会说印度话，你看王子跟夫人都僵在那儿。吴主任，快点过去陪他们谈谈吧。哎，对对对对对。我。经理，您搞错了呀？啊，搞错了？什么搞错了？他不是什么吴主任，他是我太太。啊？他不是吴主任，怎么会这么像呢？哦。是吗？怎么吴主任到现在还没来啊？是啊。哎，张副主任，你太太怎么长得跟吴主任这么像啊？妙极了，妙极了。张太太，刚才是我误会了，对不起。没什么，经理，请。说的是。张太太，哎，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啊。哪里，王太太太夸奖我了。经理啊，王子坐在那边很不耐烦呢。哎，今天这么重要的宴会，吴主任怎么可以迟到呢？哎，你看到现在还没有来。小姐们多数都是迟到的。哎，今天不同啊，对他来说这是公事。是啊，公事怎么能耽误呢？经理啊，我看把他开除了算了。哦，你认为吴玲达应该开除吗？当然，经理，公司的纪律要紧，所以应该这么做。嗯，不行，吴主任这样的人才公司非常需要的，像今天这个场面你们哪位应付得了呢？开除是不行的，吴主任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今天迟到一定有特别的原因。也许是对我不满意，向我表示抗议。他抗议什么呢？嫌我给他的职位低，薪水少。不行，我不能放弃他，我要给他加薪升职。啊？哎，不见了。哦，准是魏明他刚才故意的。怎么吴主任还不来，真把人急死了。我看吴主任不会再出现喽。啊，你的意思是，要是吴主任今天真的不来，那谁陪王子呢？经理啊，我来陪好了。张太太，你会说印度话吗？我就是吴玲达。哎，我，你不是张太太吗？怎么又变了吴玲达了呢？张太太是我，吴玲达也是我。嗯，面具和假头发是我加上去的，现在假头发在我先生的衣袋里。魏明，拿出来呀。张太太，哎，不，哎，吴主任，哎，不，哎，张太太，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经理，很对不起，我一直瞒着大家，其实这件事都怪魏明不好。哦，因为他不相信我有表演的天才，我跟他打了赌，故意扮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吴玲达。如果他相信真有吴玲达这么一个人，也就是他输了，要输一件皮大衣给我。张太太，我真佩服你表演天才。现在好了，你一来，我们宴会马上开始，赶快陪陪王子跟夫人啊。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May Mafi Jhada Wu Jinabali O Begin Sahada Muze Dali Wu Gai。哎。魏明，喝茶。哎，你别伺候啊，我担当不起。你怎么了？你是我的上司。哎，在家里我是你太太呀。哼，这倒好，夫妻两个出去一套，回来又是一套。哼，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我不可以。那你要我怎么样？我要你辞职，现在马上去给我写辞职信。你太不讲理了，我不写。不写？你这不是故意给我为难吗？告诉你，说什么也不许你出去做事。我偏要去。好啊，
你眼睛里还有丈夫吗？你就知道丈夫丈夫，一点也不尊重我这个太太。尊重你也可以，你一定要去，我们就离婚。啊，离婚？嗯，早就该离了，从浅水湾回来的第二天就应该跟你离婚。哎，你到哪儿去？不要你管。不管就不管，你可别后悔啊。哎，张太太，离就离好了。哼，丽丽，不要乱说话。夫妻应以和为贵，待会儿我送你回去。不，除非他先让步，否则我绝不回家。对，我把房间让给你住，我全力支持你。哼。经理亲戚，为辞职事，原来他早就准备好了。你是谁呀？哎，丽丽小姐，你怎么不认识我？不认识。哎，我是隔壁的张卫明啊。我不认识一个看不起我们女人、把女人当奴隶的男人。啊、你有什么事快说吧。我来找我太太。这儿没有你太太啊，只有王瑞娟小姐。对，我是找王瑞娟小姐。有什么事啊？我给她送了这个。给我。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我想跟他说几句话。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我就是他的代表。哦，是不是要谈离婚的事啊？不，我。你还想说些什么呢？我，哈哈，算了。嗯。哎，张先生。哎。啊，是老太太。张太太说，你们既然决定要离婚，你以后就不要再来找她了。嗯。啊。完了。哎，张先生，你太太不许你来找她，可是她并没有说不许你打电话呀。啊！谢谢你。张太太，啊，你饿不饿啊？不饿。听听吧，说不定是张先生求和的呢。啊，别理他，
吉吉他也好。不理他，吉吉他哦。不理我了，这么好的太太，再试一次。如果他再不理我，就只好自杀了。喂，瑞娟吗？是啊，你是谁呀？我是魏明啊。有什么事啊？半夜三更的，人家都睡了。瑞娟，我，你怎么了？说话声音发抖，是不是发冷？处理有药，吃两粒就好了。好，谢谢你，瑞娟。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一定要出去做事啊。当然喽。好，瑞娟，我仔细都想过了，你所做的一切都对，我错了。是吗？我后悔，我真的后悔，我不应该一直被你关在家里，不让你出去做事。你说什么？瑞娟，明天早上8点钟，我在门口等你。我们俩一块儿去上班。魏明，你答应我去做事了。只要你答应不跟我离婚。瑞娟，你怎么不说话？瑞娟，我刚才都跟你说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糊涂，请你原谅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瑞娟，请你原谅我，是我不好。魏明，瑞娟，一颗假肢贴上，干什么？报一拳之仇。哦，吴主任早。早。早。你们一块儿上班去啊？哎，不错。吴主任啊，这花是我送给你的。谢谢你。不要客气。小马，请你把你的手拿开。嗯，干什么？我跟吴主任亲热，关你什么事啊？小马。站好，别动，看着我。干什么？干什么？哎呦！你为什么要打我呢？我告诉你，他不是什么无领导，他是我太太王瑞娟。你非礼我太太，我打你一拳，算客气。啊！我的天哪，怎么我睡了一晚，世界都大变了？啊！